兼具了这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个性，以及呢非常温柔体贴的，就是我们的执行长。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执行长。又又是我的帅男 JP in the house， Welcome to Paradise Party。今天是 Pentax 一个盛事，我们今天在此地发表 Pentax K30 全天候的战神。那既然我们说出他是战神，没有天龙八部的话，不要随便乱喊，免得被人家说笑话。那 Pentax 的话，我先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 Pentax 的历史。Pentax 一直以来在日本都会尊称为 Ichigan Def no Osa， 也就是单眼相机之王，因为 Pentax 是在远在大约五六十年前发明了世界第一台135的单眼相机 Made in Japan 的那个地方 ，Body Only 24,900，太不得了，防水防尘，81处机身都可以做到防水防泼水。你看，在结冰湿地与像南极、北极这种非常极寒的地方，都还可以做到防寒防水防尘。但它的设计感，如果等一下大家可以体验一下，非常那个人体工学非常的做得非常好，它的握把都可以做防滑的主顶哦。Pentax， 我们现在慢慢的再介绍一下更细部的。日本南极探险队指定品牌 Pentax， 太不得了了。南极耶，我去的第一天可能就妈妈好冷，我要回家了，对不对？那我把这一次的主轴跟大家分享一下。Pentax K30 的精神，这是 Pentax 原厂想让大家知道，我就跟大家分享。他说，在充满变化的世界里 ，K30 拥有比谁更宽广的视野，因为我们是 Pentax Prism， 我们是100%的光学观景窗的视野，这也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个价格，我们无畏风雨，无惧这个世界的威胁。实现自我最强武装，于充满机会的世界里，用自己的方式操控，在生命里不断迎接挑战，我将更强悍。所以全天候战神 K30 诞生了。右下角给大家分享一下Pentax 用的是 APS-C 的感光元件，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超越其他品牌，用到感光面积大小最大块的一片感光元件，小光短袜都是家了哦。下一页，客制化，这个价格还要做客制化，我的妈妈呀 ！Yes， Pentax 在三年前开始，从我们的 KX 就开始做 custom made。客制化，我们的小舅认为才是王道哦。客制化才是精品，客制化才是奢华的感觉嘛，因为只有你有啊，你可以做出别人没有的 customized items。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什么样的东西在做客制哦。007的选择，这个叫 177，140万欧元，只有英国政府买得起，送给 James Bond 去，要不要看 ？Custom Made Austin Martin 177，数量非常有限。你看，这个 Custom Made， 我也想一台哦，但是相机毛利很少哦，其他地方要多加油一下。
看一下什么样今年哦，这是刚刚才上市的，好，我们恭喜永山总代理，这个是 Bentley 最新的 V8 GT 哦，这一台 Bentley 双门的，它主色就是宝蓝色，跟我们 K Curry 是一样，所以我们都有做功课哦。它也是可以做 custom made， 所以你刚才看到 Aston Martin Bentley 这种大咖车厂才会做到客制化来。Bentley 多漂亮！你别看哦，这细部我非常爱车子哦，所以我跟大家讲的，你看它全部用 carbon fiber，carbon fiber 很贵耶，Lamborghini 一块 carbon fiber center console 60万，真的哦。来往下看 ，Bentley 哦，当然讲到客制化的车子，这一台是好像只有20几台而已，那我可能会说错了，但是这一台是法拉利最大的市场，那是中国，在今年的水龙年，帮大陆的大咖们 custom made， 你看中间有一条龙。这是法拉利的 F 啊458 Italia， 客制化，客制化哦，非常贵。你看，连轮胎、轮框都是 Gim 的。好，再来，好、哦，这你看中间有一条龙，又是龙，又是马，龙马精神，这样才会秋嘛，对不对？客制化就是不一样。再来，这我就不要讲了，我的最爱 Lamborghini。大家都知道 Lamborghini 今年出大牛，对不对？所有的 Lamborghini Club 的 member 今天有到场，好，恭喜你们买的最新的 LP740 大牛。但是我们又不是卖车子，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什么？仔细看，车身表面是今年，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方面的一个烤漆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这个叫做消光，现在消光银、消光黑、消光白这种消光的烤漆，不是贴皮的哦，不是贴犀牛皮哦，是所有大咖的对精品、对奢华精品追求的这些时尚名媛们或是社会精英们要求，我的车子没有消光，哎，那我不要消光。Pentax 会不会做跟 Lamborghini 一样消光的处理？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次还是消光白，那当然红色非常漂亮。Lamborghini LP740，再来 ，Rolls-Royce， 为什么讲 Rolls-Royce？ 这个也是 Rolls-Royce 刚上市的，哦，这个叫做 Rolls-Royce Phantom Coupe 两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选这台。因为它用的主色，它的主打广告的颜色一样，跟我们一样是蓝色，宝蓝色，哦，所以我们都是有做功课的。但是它是双门，它可以做到客制，这台是目前分层最贵的，比四门还要贵哦。我们再看下去，劳斯莱斯里面当然啦，开到劳斯莱斯，这里面可能只有王俊杰、王总来的时候，劳斯莱斯这种等级的车子，真的。你要整个面板镶钻石，它还会帮你镶。所以 Pentax 要做什么？往下看 ，LV 当然可以帮你做 initial， 也是客制化，这些都是精品。刚才是超跑，现在是精品。再来，爱马仕，哎，刚才讲到钻石，真的，这个包叫做，哎，这个是 Birkin 还是 Kelly？ 好，不管 Birkin Kelly 应该都可以。铂金包。孔金呢，再镶钻石，客制化就是不一样，精品才能客制化，所以客制是王道，客制是奢华，客制是大家想要的哦，更加不一样。再来往下看，卡地亚这是作为这个英国的王妃嘛，刚结婚，客制化只有她有。再来，我最喜欢的一个珠宝品牌叫波切罗，哦，为什么要讲到波切罗？因为 Bocero 是我们 K01 的设计师 Mark Vincent 的最爱，这个项链就是由 Mark Vincent 设计的，所以沾边嘛哦。Mark Vincent 可以帮 Bocero 设计这样千万欧元的珠宝，也可以设计 Pentax， 客制化又来了，再来 Pentax K3， 我们的主打色是我们的宝蓝色，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客制化 ？Yes， 我们可以做得到，而且我们的客制化真的就像超跑跟珠宝一样，我们是接到你的订单之后，把单送到原厂，原厂才从组装、烤漆开始帮你做客制化，这个才叫 VIP service。看一下。主色之外，消光绿、消光红、消光黄、消光啊，都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到消光银、黑色，这都消光了哦。你只要你喜欢的颜色，我们都可以帮你做 custom made。你喜欢非常亮，做给你；你喜欢消光，做给你。这个就是在业界没有人做得到。Pentax 接到你的订单，帮你做消光，看一下哦，消光烤漆的处理，而且我们的手法可能未来可以做更换。所以 Pentax 在第一波就做到前所未有一个消光烤漆的处理，这个目前据我所知，只有在车子界只有兰博基尼做得到，但是在数位相机单眼界 Pentax。我们仿效兰博基尼的精神，狂言啊，真的是狂言 K30 哦，战神，我们可以做到消光处理，而且是接订单来帮你做，你真的是 VIP。 我每一个客人不是说价格哦，给你 charge 多少，他是个 service 就